是叶凌霞，除了我，还能是别人吗？观察大人，我就说过，他会来打击报复的。快，抓住这个恶人！叶凌霞，你今天插翅难逃，快快束手就擒吧！想借官府的手来抓我，我看你的计划要落汤了。这个郭百万贩卖私盐违纪国法，祸害百姓，他才是你要抓的人。大人，千万不要相信他呀！ 叶凌霞，你不必故弄玄虚，跟我们回官府，自然真相大白。你说些什么？别紧张，不是暗器。这上面标记了郭百万藏私盐的地方，要是不信，你们自己去看。叶凌霞果然是名不虚传，你我若联手，定能做出一番大事。这大白天的。 你做什么梦啊？一个都不留！<笑><笑> 不是我说你，不是不让你跟过来吗？你怎么还跟过来？我这不是想帮你忙，怕你有危险才来的吗？你那是帮我倒忙，你这冒冒失失跟过来，多危险呢，不怕死？叶凌霞都不怕，我当然不怕了。我那是担心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对于我刚刚的行为，还有出手相助，你就没有别的要说的吗？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你真的就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吗？说句谢绩就那么难啊？别人，什么？小的该死，好不容易将叶凌霞引出来，又让他给跑了。 要杀要剐，随主子发落。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，叶凌霞功夫了得，抓他确实不容易。你替我去趟青龙寨吧。是。哎，小宝爷，小宝爷，小宝爷，寨主有令，任何人不能入内。不是，连我都不能进了，是不是？ 不是，是这寨主的意思，小宝爷，你也别为难我呀。行，我不进去了，让他进去送个饭就行。嗯。哎呀，小宝爷，
这要让债主知道了，我们可担当不起啊。担当不起是吧？啊，行。也不知道这些，他够不够担当啊？够够够够够够够！两位大哥，我就进去送个饭，很快就出来了。行，好，去吧去吧去吧，你慢下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，最好。哎，你后来去了吗？哪有时间啊？小宝，走吧。哎，宝爷，钱给我们呀。啊，钱啊，给。手伸过来。你一个，你一个。哎，宝爷，这。对啊，宝爷，你不是给我们一袋子钱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们一袋子钱？不是，做梦呢吧？他这比土匪还土匪啊！这，在下王彪拜见寨主。我家主子近日身体不适，不便来访，特地让我备上厚礼，来看望寨主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前段时间我们不小心劫了你们的货，东西也不多呀。怎么，他还惦记着呢？是在下礼数不周，本该备上厚礼，来看望寨主。我们家主子也说了，这本来就是孝敬您的。哼，有心了。在下还有一事相求。那日叶灵霞引我们自己人打了起来，他可倒好，渔翁得利呀。这次不仅劫了我们的货，还坏了我们的好事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。就不用兜圈子了，你家主人是不是想请我帮你们抓叶灵霞呀？债主高明。我们虽然不怕叶灵霞，可也没有必要招惹她吧？我懂。这是我家主子先孝敬您的200两金子。我家主子说了，如果能抓到活的，我们再付您500两。哎呀，想当年，你家主子还跟着我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他是个人才。果不其然，这才短短的几年，他就混得风生水起，平步青云的，实在是难得的人才哦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就说这事儿，我答应了，让他等我好消息。啊，那就有了债主了。你们也该走了，这些东西就留下来。干什么呀？去看。凡事许你听就不许我听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装跟我没关系啊？抓叶灵霞，你行吗你？我不行，你行啊？我告诉你，就这种活，只有我能干。谁在外面？只见叶灵霞使出一招黑虎掏心，外加一个猴子偷桃，真卑鄙啊！可不就是，太卑鄙了。不过宝爷我还好，反应够快，我一个后空翻就过去了。说是迟那是快，我使出一招降龙过海，叶灵霞她也不是吃素的，她叶灵霞拳法快，宝爷我腿法更快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人就飞起来了。哎，怎么着？把牛皮给吹破了吧？老五。你没跟叶灵霞交过手，你不知道叶灵霞有多厉害。你要跟叶灵霞交手，估计你碰都碰不到人家一下。小看谁呢？我要是碰着了怎么办？哼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。你吵吵什么呢？寨主。嗯？哦，我们刚才就是聊聊天。正好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们商议一下。依附请讲。盐帮的人让咱们帮忙抓叶灵霞。抓叶灵霞？嗯，是。这个叶灵霞出没于青州多年，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抓到她。
这个差事可不容易啊。说的都是废话，容易还让我们帮忙吗？也对，哎，李芳，咱们就只帮忙吗？这亏本的买卖，咱们也不能干呀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我听说叶灵霞来无踪去无影，功夫十分了得，恐怕我们山寨里能与之匹敌的，也就是你小宝爷了。谢义凤，先别得意，抓着他再说。哎，义凤，那我要是抓到叶灵霞了的话，好处自然是有的。联邦的人说了，死活都一样，要是能抓活的，他们出500两银子。这么多？500两？不是金子吗？寨主，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让我去的。义父，我不要钱。那你自己去。你不要钱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是抓到叶灵霞的话，我希望义父可以成全我跟小丸子。放肆！快蹲下。太放肆了。小宝，你是真傻假傻？你明明知道南翔很喜欢你。义父，从小到大我真的只拿南翔当我的妹妹，义父对我那是恩重如山，我这么些年对山寨也是鞍前马后的卖命。怎么想跟我邀功是吗？义父，你要生气你就打小宝，罚小宝，但小宝真的不想瞒着义父，不想让义父觉得小宝有二心。小宝真的除了小丸子别无他求。就那么喜欢小丸子吗？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小宝，你还年轻，等你有钱了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何必呢？义父，小丸子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。要说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也实在是答不上来。但是他就是跟别的女人他不一样。好，既然你那么喜欢小丸子，我就成全你。义父当真？等你抓到叶灵霞，你就和小丸子拜堂成亲。谢谢义父，我一定会成功将叶灵霞抓回来的。噔噔噔噔，鲜花配美人，美人配英雄。花呢可以留下，人就可以走了。我可是带了个好消息啊，你确定要我走吗？哎，你跟我说吧。不会是我爹被放出来了吧？那倒不是，猜猜猜。寨主放过我了。真的？不过嘛，不过我要帮他办件事，事成之后他就答应你，不用嫁给他了。太好了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，每天把脸涂成那个样子。哎，那他让你办什么事儿啊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是不是坏事？你是不是担心我？没什么，只是帮他找个人，放心吧，没危险。只是别人都做不到啊，只有我可以。行行行，就你有能耐。小丸子，你听我说。义父答应我，只要我办完这件事，就让你嫁给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强迫你的，嫁或者不嫁，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。
我只是希望你不需要委屈自己去嫁给我义父。当真？若是我不嫁你，你也不生气？那当然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真心实意的喜欢上我。好了，本大爷要去办大事了，走了。以后不许这么胡闹，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那些事情不像过家家那么简单。我哪有过家家，我是真心想帮你的。不需要，早点休息。你干嘛？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，除非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。我说的没错，你倒应该想想你自己。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激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眼不见心不烦。哎呦，糖醋排骨，叫花鸡，还有西湖醋鱼。进者。糖醋排骨。这是骏马爷特意从如意楼买的。嗯，他买的啊？那吃了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怎么不吃啊？特意给你买的。我不饿。不饿我吃。少爷，还是等郡主。他说他不饿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郡主，这些全部都是骏马爷给你买的。骏马爷真厉害，连郡主喜欢吃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只要你能知错就改就行了。我一点都不饿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好香啊。你是不是又跟他闹别扭了？闭嘴，子恒，都给我吃干净，不许剩。郡主和郡马爷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这住在一起嘛，难免磕磕绊绊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问问有没有事儿。嗯，去吧。城门是我，样子是……哦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不过没关系，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我感觉自己都胖，偶尔换换口味也是不错的。小丸子，你跟骏马爷又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又做错什么了？我是他太看不起我小丸子，所以我在对他进行惩罚。我看，这被惩罚的是你吧？嗯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做好吃的，特别多。啊，真的吗？还是你最好了。这句满意的脾气不就是这样吗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所以说呢，你只要想开一点就没事啦。啊，嗯，对了，糖醋排骨还有吗？怎么一个都不剩啊？看来惩罚的真的是我自己。
什么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本来想让你女扮男装去帮我办件事情的，看来你不喜欢，那我就找思恒吧。哎，别，我来，我来。思恒多忙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那你得听我指挥，不能擅自行动。你放心，我都听你的。你现在就说，我认真听。首先，你得去找一个贩卖私盐的小商贩，把他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。没问题，小菜一碟，包在我身上。来，给你。上好的雪花盐啊，来，大伙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价格只是官盐的一半。哎，借过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我们要是能买了官盐呢，也就不在这儿买了。再给便宜点呗。还便宜啊？我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哎呀，也是，这卖私盐呀，罪责可不小。咱们悄悄的买，他悄悄的卖，互相体谅吧啊！哎，排好队，排好队啊！别急，来来来来，有的买，赶紧买啊！我可听说叶灵霞专门跟他们卖私盐的作对。就是，你们说他是不是吃饱撑的？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叶灵霞为了抓卖私盐的人，差点就被官府给通缉了。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就他不是东西啊，拦着我们买便宜货。就是，咱老百姓啊，没那功夫行侠仗义啊。哎，你们现在就是占小便宜，等得到时候官盐买不到了，你们就等着私盐坐地起价吧。我们老百姓啊，就是买便宜货，哎，能省一文呢就是一文。对，行了，来来来，给他们装上，再不来点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哼，要是让我碰上那叶灵霞，非给他抓到官府去。就凭你？我怎么了？你不买东西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，哎，你什么人啊？瞧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也不像个穷鬼啊！你到底干什么的？哎，他是不是官府派来抓私盐的？哎啊！今天不卖了啊！今天不卖了！哎哎，别不卖，别不卖啊！瞅什么？快走啊！快来点！走走走！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哎。对不起，我又坏事了。没事，下次再想办法吧。累了一天。饿了吧？这我给你做的粥。谢谢。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有时候叶灵霞做的事情究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听到那些老百姓的话了？其实他们也没有错。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一天，只想着吃饱活命。他们买不到官盐，就只能买私盐。那今天那个人卖的盐便宜，他今天就是好人，所以大家都去保护那个好人了。所以其实，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呢，没有什么比吃饱活命更重要的。仓廪实而知礼节。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人只有吃饱了，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其实你也没有错。我没错。你是叶灵霞，和我们这些只求吃饱不饿的老百姓不一样，你要管更多的事情。私盐卖的越多呢，那官盐就越少，越难买越贵。所以虽说现在看起来这些私盐卖的挺便宜挺好的，但其实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，所以你没有错。想不到你懂这么多。我也是上次听你和思恒说起的。但是你也不要难过，你是叶灵霞，
是不一样的人。叶灵霞戴着面罩，身穿黑衣，总是在夜里出现。虽然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，甚至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为他们好的事情，但是叶灵霞就是这样背负黑夜走向阳光的人。你一直是我心里最最最最最崇拜的大英雄。背负黑夜走向阳光的人，小宝，哪儿去？你管我？听说你天天抓叶灵霞，怎么连根叶灵霞的头发也没见着啊？那是他运气好，要不然早被我抓住。别硬撑，实在不行说句话，兄弟我还是愿意帮你的。帮我？兄弟我呢也是愿意帮你的。你说你武功这么差，有时间在这儿喝酒，不如多去练练功。啊，实在不行，小爷教你也行。我是担心你终身大事，你不着急，碎大石的可着急。按照你这个速度，等抓着叶灵霞，那碎大石的都成老太婆了。老五，等我把叶灵霞抓回来，你们都得跪下磕头，管宝爷我叫声爷。哎，小宝你。丸子。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哎，小宝，你找我啊？嗯，我给你带了全青州城最好吃的绿豆糕。去为南霸天办差事，还为我买绿豆糕，谢谢你啊！只要能哄你高兴，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。小宝，我看你最近有点愁眉不展的，是不是这件差事很难办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全天下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小宝。其实我刚才在院子里听到五爷他们奚落你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就是图一时口快。什么？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我身上肩负着咱们陈清的重任，我不会跟他们一般计较的。好了，快上车吧。小宝，你知道我们？我知道，你一时之间没办法接受我吗？不过要是没有试过的话，我也不会死心的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抓住叶灵霞的。什么？你要抓叶灵霞？对啊，因为这样你才能自由。你不能抓叶灵霞。我听我爹说，叶灵霞在青州，她深得民心，每一天都在做善事。每一天都在做善事？嗯，我就不信了。难道她打从娘胎出来，就每天做善事不做坏事？哎，你的话突然提醒我了，我知道怎么引她出来了。你等着，我知道怎么抓她了。大坏蛋，大坏蛋！你这是有辱斯文呀！哎呀，这样才为人师表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叶灵霞用的狼毫笔，好好收着，珍藏。来来来。都别给老子叫了！救火！救火呀！救火！救火呀！来了来了！我叶灵霞就想告诉你，以后洗澡的时候把门给我关严实点。来人！叶灵霞，你都来偷看我们洗澡啊！老伯，啊，这铺子是怎么烧的呀？哎，昨天晚上。被叶灵霞给烧的呀！叶灵霞，这真是叶灵霞干的？可不是吗？我亲眼看见她拿着个火把，到处放火。哎，听说还把那个清风书院的院长画了个大花脸呢。我也听说她到春风楼耍流氓，偷看人家姑娘洗澡呢，真是下贱！不可能。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叶灵霞干的，这分明是有人要败坏她的名声。哎，你怎么证明不是她干的？
你认识叶灵霞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认识她？姑娘，你又不认识她，你凭什么说不是她干的？就是啊，哎，分明就是有人要败坏你的名声，他们应该相信你的。少爷，你有听到消息吗？这是有人在故意破坏叶灵霞的名声。可恶的燕邦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你出来。少爷，我们查到燕邦跟青龙寨有所勾结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！简直太可恨了！我们现在就去把假扮叶灵霞那个混蛋抓起来吧。就像我偶然落入你的天地，如花般美丽，是因为有你。倒转时光，会不会再相遇？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是穿过月光的雨。转转，落在你掌心，越遮住了，越斑驳了我珍藏的记忆，浅浅心意舍不得落笔，越伤过心，越下泪滴，是我在思念你，对着月光说我的你。等夜来唤醒银色月光里，谁捉着萤火倒映洁白而行，我的。